明治科技大学电子工程系学生参访慈济环保站，理工脑实事求是，对于看似枯燥的简报介绍，可是兴致盎然。要做回收是真的万不得已，最好大家不要使用。我们是电子系的精神哦，我们本来就是技术工程的科系哦，那所以我觉得说，带他们来这个实际的回收站，所可以学到的或者所可以获得的是比较全面性的，那同时也可以手动的去服务，那去回馈给这个社会。用心学更要动手做，眼前各式各样回收物，同学们震惊也感慨。能减少垃圾的那个量就有，不要造成这么多的垃圾。对，这个环境是有。下一站水果套袋、塑胶袋风干区，志工们废材利用，架设双层网架，环保再进阶。分那么细之后才能把它们好好的分解啊，然后对大自然才不会有更多的伤害。环保站招来年轻学子的环保心，还有机会带回家庭、学校，形成更大的效应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洪乃文、李生旺、袁韶玲台报道。